开机它会先显示 off， 那中间 OK 键是切换键，然后上下是调整键，那 temp 它是温度，它也是时间。那我们一开机显示 off 之后，我们要按一个 OK， 它会显示 C 跟 F， 那我们要选择度 C， 对，确认是度 C 之后再按中间的 OK。好，那它显示出来就是你要设定的温度，那一般我们转印的温度就是200度，那一样上下是可以做调整。好，那我们设定好200度之后再按中间的 OK， 它会跳到 time 就是秒数，那就是我们设定转印的时间。那假设我们如果要转印10秒的话，好，那我们可能就是把它按到10的部分。好，那确定秒数设定好之后再按 OK， 哦，它就开始升温。面板显示 low 表示说它温度还没有超过100度，那它超过100度之后，它就会把我们实际的温度直接显示在荧幕板上。我们如果要调整压力的话，就是把把手往下压45度角，然后把手下方有一个黑色旋钮，那逆时钟转是转松，那顺时钟转是转紧，那借此旋钮去控制你需要转印的适当的压力。